刺激，唔會啦，同我驚入沙，即係你驚入咗啲沙。由连思雅同虾头主持嘅网台节目《斯打为奴》，每集都会邀请嘉宾探讨两性关系。今集连思雅被问到接唔接受到喺海边发生关系嗰阵，佢表示坚持追求浪漫，抗拒海边发生关系啊。咁喺呢个时候，海边系冇人嘅，咁可唔可以喺海边？因为我真系好惊有人，真系好惊有人，真系唔可以有人睇。但系你唔觉得嗰度咧，有人就嚟睇到咧，好刺激咩？唔会啦，同埋我惊入沙。连思雅呢一个回应，令到虾头同雷心如都即场爆笑啊！